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让我解完这个成就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想要先解完这个成就啊。可是冰花那边都不天降。因为那边我那边不能开龙科，我那边开龙科后面就死定了。哎，我已经死好多次了。崩溃了，真的崩溃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一次留的珠子，放阿基剑灵合体临时过了。这边应该不会天降吧？这样子。新珠转掉。哦，终于，终于，真的是。边不管了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四颗，四颗，四颗。好，等一下啊。直接转直排好了，转直排先。直接转直排剑啊！没过我也醉了啊！这样应该过了吧？不是的，好，一只就把他打死了。好，累死了，终于下一队换什么队？好，隐藏成就就这个，我觉得用火队真的不太好打。